朴素典雅的白色大门呈现一种低调奢华的质感，门面上没有过多浮夸鲜明的文字或偌大的招牌，取而代之的是一小块富有神秘感的石刻门牌，在都市丛林中更凸显质感。不同于多数的医美诊所，为了吸引客源，普遍开设在大马路闹区，或是以华丽风格的装潢设计。这间独特的诊所奉行的是减法哲学，给予生活中更多的留白，以简约隐秘的风格创造差异化。这正是五位创办人的初衷，来自不同领域，能尽一己之力，打造极简医美的最高憧憬。大部分现在大家的医美都是追寻一个不断的增加一些治疗，或是让病人加上去的一个改善。那我们的极简医美减法哲学所想要表达的就是，其实我们希望的是去除多余的这些装饰，让每个人回到自己最本质的美，展现你有个性的美，而不是增加的让你变得跟别人都一样，而是回归出你个人最有特色的美丽。当一个人他在外貌上要达到很理想的状态的时候，他必须是由内而外，然后内外都很富足，然后很平衡。所以我们品牌的精神就是减法哲学，内外兼具跟自然平衡。我们让所有的材料都展现出它最原始的样貌，然后我们也照顾所有空间上的细节。然后另外有一个很难得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院子。我们院子在台北算是很独有的空间，然后我们希望把院子的自然景色都可以带进室内，让客人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可以比较放松。从空间的配置上跟还有我们整个服务流程的动线，我们规划出一个让客人他来就可以直接到他自己的 VIP 的房间，然后他不会在中间遇到其他客人，所以其实是有很高度的隐私。诊所内部秉持着朴素优美的设计理念，运用空间感塑造出仿佛置身在美术馆中的惬意与悠闲，让每位顾客体验慢活人生，追求更美好的自己。诊所更是采取绝对预约制，为每一位来访的顾客都可以得到一对一的专属照顾，体验台湾最顶级的医美服务。绝对预约制跟我们的一间独立的 VIP 房是同样的概念。第一个是我们希望给客人有最好的隐私，因为我们帮他在他的时间保留一间房间给他，让他可以都在这个房间里面做治疗，所以要让客人觉得隐私很有顾虑到的话，这是我们的概念。那另外一个绝对预约制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希望客人在来之前我们都已经帮他准备好他可能需要的疗程，所以绝对预约制就是在他来之前我们就知道他们大概今天需要做什么样子的治疗。我们诊所最近就有一台就是训练盆底肌的一台仪器，叫做居动椅，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包括主要是产后妇女或是一般男性。那你生活品质改善的话，你由内而外就会觉得很有自信的美。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凯格尔运动对我们盆底肌的就是健康是蛮好的，不管是对女生或对男生来说，还就是训练的这个居动椅的好处就是很轻松，就坐着就好了。但是这个的话，30分钟可以做到10000次的就是凯格尔运动的收缩。所以第一个是它很有效率，而且就坐着。那第二个是它的治疗过程中你都不需要更衣，你就穿着原本的衣服来坐着就好。所以这是它这台仪器的优点。如果您来到现场，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一进来就像跟台北市隔绝一样的环境，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安心。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客户来到这边是进入自然的进入这个状态，很放松的啊，然后享受这个过程。那我觉得电波它就会是一个非常适合不想要手术、不想要修复期的客户来使用。生活的美学不在于如何增加，而是怎么减少。找到最适合自己最自然的方式，透过价值体验传递符合个人特色的医美概念，是诊所与医护团队的最高理念。